大鼓、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表演。二胡有许芳琪、陈玉美、廖敏儿、周玉书，古筝陈庭荣，笛子张嘉宾老师。我相信很多家长在问到说学音乐到底有哪些好处，其实独奏就是一个很棒的，我们不管在独奏方面，除了可以创造自己的自信心、成就感，在合作的部分，基于与他人同才的一起练合奏，一起培养默契，可以增加对于音乐的学习动力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自信心、创造力，还有个合作的心态，是非常在音乐或是学习任何东西都不可或缺的。学习音乐有三好，哪三好？第一个就控制情绪，再来集中注意力，还有减轻焦虑。这样的优点其实放在小朋友或是成人身上都是非常相通的哦。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他们的两首曲子《六月茉莉》以及《茉莉花》。
我们国乐团带来精彩的台湾民谣人生曲的表演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气氛回来流行歌曲的部分哦，谢谢国乐团的表演。今天由胡玉林、陈双宁两位同学表演吉他自弹自。